我这么的上进努力，却因为公司制度无法晋升，调薪也遥遥无期。我一定要转职。想要新工作吗？对啊，有一份好工作即将降临在你身上。前六个月保障月薪五万，还有30天的工作鉴赏期，期满不适合还加发给你50000转职金。180天全方位培育计划，零经验菜鸟也能快速变高手。哇塞！全台唯一全直营上市房仲品牌，近500家分店具完整资料系统，资讯畅通无阻。真的假的？到底是怎么工作啊？当然是新房挖。零经验 OK， 业务新人前6个月保障月薪50000，让你不必担心业绩，安心练功。还有专属师傅及专任讲师授课，更厉害的是还有 Prate 房产科技，用 AI 大数据辅助，让你精准销售不白忙哦。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第4届的 YRTIS 的全明星运动大会。我根本没有想过可以办到第4届，所以心中充满了感谢与感激。同时呢，也因为种种的原因，说不定这是最后一届，说不定，因为再也弄不到场地了嘛。对。首先要先感谢几位名演的厂商。赞助 YRTIS 的全明星运动大会，就是赞助台湾整个 YouTube 圈，就是支持创作者，就是跟上新潮流，就是掌握了网络的力量，就是厉害。来，感谢信义房屋、老鞋针、Adidas、台盐水、Surfshark VPN、Kitchen Now、成林国际、Q Burger、金华酒店，以及特别感谢协办单位台北市政府。你们是全台湾最聪明、最醒目的人，感谢你们。在那边不废话了，把麦克风交给 YRTIS 的全明星运动大会唯一主持、全台湾最专业的司仪主持组合——视网膜 and 今天是用什么身份来？本人。视网膜 and 本人，豆豆。大家好，我是视网膜。好，是眼肉牙。今天我们又来到一年一度的 YRTIS 全明星运动大会，担任大会主持人。这是一个专门邀请平常足不出户的当红 YouTuber 出门运动的盛会。虽然今年的参加者呢跟往年是没有相差太多，这代表有名的人大概就差不多这些吧。哎嘿嘿，你不怕这样说大家会勾起你心中的但是运动就是能够团结这个世界哦。经典就是历久弥新，不管过多久都经得起考验。没有错，你说的都对。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的重头戏，2022 YRTIS 全明星运动大会，运动员进场。第一个进场的领头羊，也算是我们木曜运动会的吉祥物，只要运动会举办就少不了它。欢迎台北市观船局吉祥物熊赞。跟在后面的是观船局的局长大熊，还有虽然离开市政府，最近忙着选议员的学姐黄静莹。虽然学姐的频道目前只有8000订阅数，但是还是可以参赛的哦。这次两位不只是来打酱油，而是会一起下场比赛。两位今天的表现，民众都将看在眼里。至于实力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组进场的是台湾创作者群永远的王者 TGOP 这群人。尼克去年打败万年强者昆达，首尝胜机，今年有没有机会再创佳绩，是今年赛事的一大看点。这群人里的两朵鲜花，董仔和木星，今年一样没有缺席，只是董仔换了一个新身份，以人妻的身份来参赛喽。大家可以关注新婚后的人妻体力是会上升还是下降呢？我们值得期待哦。
接下来这两位是上班不要看的瓜吉与蔡哥。身为代退老兵的瓜吉即将卸下议员的身份，在这部影片播出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介平民，而不再需要烦恼议会政治的他，体力会不会好一点，也值得大家一起来看看。蔡哥今年则是过得比较低调一点，低调到连报走中奖都没有入围。看来走中奖真的是很公正，不会因为是相关单位就开后门，可说是公正、公平、公开的唯一清流。下一个进场的参赛者是业配王者浩哥。业配文的流量比一般的文章还高的浩哥，在今年开放国境的时候也跟老婆去国外充了不少电，但是感觉跟我相比，他去日本这件事情似乎就没有人在乎。这么说，非常期待经过充电之后的浩哥今年在运动场上的杰出表现。接下来出场的是今年荣获走中奖以食为天与年度女创作者奖的芊芊。已经在走中奖获得两项殊荣的芊芊，会不会又是今年运动会女生组的 MVP 呢？如果等一下芊芊又拿下 MVP 呢，那今年芊芊的运势可以说是锐不可挡。那我赛后马上邀请来她跟我开节目，帮我们的频道直接换一个新的女主播。哈哈哈哈，是要搞排挤啊，哈哈。好好，既然你说要搞排挤吗，那要搞排挤谁比得过下一组人马？知名南部代表南霸天的蛇丸鱼。只有蛇丸，只有蛇丸。今年只有蛇丸只身一人参赛，南部天团的参赛人数一年比一年还少啊。这一团到底是谁排挤谁呢？我看是很明显的。等等，刚刚接获消息要帮大会来澄清一下哦。其实今年胡椒还是有来参赛，但是他改变了身份，以最佳后备人员参赛。看来台哥可以好好准备，这次要用什么样的借口中途弃赛？喂！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看腻熟面孔，下一位呢是 Yartis 运动会的新面孔，也是第一次与木曜四超玩首度合作的 YouTuber 见习王媒小吴。首次参赛的小吴没有过往的参赛数据，所以他今天的表现非常令人瞩目，期待这位百万订阅的新面孔会与木曜运动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下一位是在走中奖和木曜料理大赛双双失利的知名主厨 Fred。 虽然 Fred 近期在厨艺方面的表现不甚理想，但我们今天比的是运动，是肉体，有壮硕体格的 Fred 肯定可以发挥最大的实力应战，我很期待哦。相较于英勇健壮的阳刚肉体，下一位 YouTube 界的流量密码后宫型 YouTuber 健宝，就是用不一样的路线来取胜。健宝与他的后宫团品子、晨晨还有松鼠学妹，今年是第二次参赛。他们今年不止影片，就连推出的服装品牌也大受欢迎。今天的表现是否会跟他们的人气一样亮眼？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要比影片实力，就不能不提 YouTuber 界质感片的王者一加一。一加一的影片构图和调色调光的强大实力，肯定是不容忽视的明日之星。但今天参与的只有伊利，这样一加一少了，还有办法发挥实力吗？首度参赛，相当期待伊利的表现。当然，如果要片面宣布鸡哥，我们也是乐观其成。下一个参赛者就是紧追在健宝后面的小后宫型 YouTuber 台湾寻奇黑龙。黑龙去年以大魔王之姿现身，今年他带着首次参赛的 Lucy 与 Ina 一起来参加，难道是想跟健宝来争夺后宫王者的宝座吗？那他今天的表现究竟如何，也让我们拭目以待。要比流量制胜，那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岩上型 YouTuber 代表不断挑战话题尺度底线的 STR Network 萨泰尔，这次派出伯恩和乔瑟出来参赛啦。虽然身为自然系高手，他们在发烧榜的成绩的确让人望尘莫及。去年乔瑟夫首次参赛，比到手臂脱臼，只能跟乔瑟夫说，我们今年一样是有攀岩，所以希望不要再搞到脱臼。毕竟一个梗用两次，那就不好笑了。好，
身材超好的伯恩在第二届参赛的时候让人印象深刻，他的运动细胞跟下面一大包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听说看过的都为之惊艳。事实上他不止下面一大包，后面也有一个大洞，听说很多人都有用过。什么？下面一位又是新面孔，是首度参赛的 YouTube 界小清新金鱼脑，他的频道堪称最佳疗愈系影片，独自到各地旅游，体验当地的文化与美食，让我看着看着呢，又想要来刷机票飞出国了。不知道金鱼脑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会不会跟我刷机票的速度一样，一飞冲天呢？说到出国，下一位参赛者就是来自国外的 YouTuber 韩贵金针菇。金针菇今年的表现也很亮眼，推出了很多的商品，真的都是马西索哟。不过在推出这么多好吃的食品状况下，他的身材还是维持得超好的，看来在运动上面有下苦功。希望今年金针菇的表现能更突破以往，往 MVP 迈进。要嗨是不是？从开放国境开始就一直飞的阿元，让人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在国外还是在台湾呢。不过大家看看画面，今年运动会他仍然没有缺席，不知道在这种疯狂出国拍片的忙碌生活之下，他今年在运动会的表现是不是还能够如同以往。可以说是许多少女的偶像，掐指神算的仙姑型 YouTuber 新婚人妻流氓。流氓每次参赛都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哦，美丽的外表配上真性情的表现，要人怎么不喜欢他呢？今年的运动会，流氓又会带来如何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我想请他帮我指点迷津，帮我早日找到真命天子哟。各位观众，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我们的地主队木曜四超玩全员到齐。今年我们的不老男神坤达哥，他的表现一样让人关注，会不会又让他从开头一路帅到结尾？而台哥与 Kid 这两位木曜伙伴，到底是会坚持不跟坤达同队，还是会决定要偷懒抱大腿呢？木曜除了三大男神，这次也是带着四季一起参赛，温妮、泱泱、阿布、玛利亚和秋寒。多么青春洋溢的组合啊！相当期待他们今年的表现。哎，我们现在是介绍完，怎么感觉好像队伍里头有一个人特别不一样，闪闪发光了？我知道，因为你都只有主持金钟金曲的部分，还不熟悉哦。这位是东南亚的巨石强森黄轩，不管是发型还是气场都闪闪发光。黄轩这次和木曜一起参赛，首次登场表现可说是今年运动会最值得关注的话题。然而 Kid 跟温妮上次在攀岩项目稍稍失利，今年不晓得可不可以突破心魔，祝福他们挑战成功。运动员宣誓，有请今日 YARTIS 全明星运动大会运动员代表台哥为我们进行宣誓。运动员宣誓，2022 YARTIS 全明星运动大会运动员代表宣誓，绝对保持运动家精神，尊重对手，不会因为悬殊的比数而自满或放弃比赛，光明正大完成竞技过程之中，听从主审判决，享受运动的乐趣，同时祈求整场运动会平安顺利，没有人受伤，不受伤的人并包含本人。我台资源运动代表谨示，谢谢。好，那接下来时间我就交给 Andy 老师。OK， 大家好，好久不见，有没有想我啊？没有。没有，从今天开始一定要想我哦，因为我接下来开始要念大家了哈。好，来，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从下半身到上半身稍微活动一下，来抬起你的右脚往外旋转开始，来 go。
备好，热身完了，准备好要拿冠军了吗？准备好了。OK， 各位加油，我在场边帮大家加油，谢谢大家。好，各位，各位辛苦了，辛苦了。我们马上进那个翻队的环节，好不好？来，开一个。人数最多的一年，今天有36位，因为人太多了，你们看起来像是一群民众，但是其实全台湾的流量都在这边。在分队之前呢，还是有一个重大的资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经过我长达一年多的考量，坤达哥的宿敌黑龙呢，你是宿便啊，你跟宿敌比较不一样，抽出。达哥在哪一队之后呢？黑龙就会自动在对面。来，来，等下，在你发言之前，我先说一句，你刚刚不是已经宣誓了吗？请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我是怀疑制作单位不公平。怎么说？我们已经站出来讲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全部都是公平抽签的，没有说什么黑龙什么的不能跟他同一队，不能这样。那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我不能跟他同一队呢？反过来反了，反了！我跟他连续同队三年，哪一队？三年了，我跟他在一起三年了，我不会赢的，你知道吗？别吵，他说我们要在一起第四年的话，我们就结婚，我们结婚，结婚！你不是说你是 YouTube 界爱情最后的堡垒，你跟他怎么结婚？亲一个，亲一个。在我开始之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我说36位，现场却只有34位。不信的人可以现在数一数。听我说，今天邀请了两位从日本来的嘉宾参赛，掌声鼓励。先容我为大家小小的介绍一下，我有部分的参赛者不认识他。什么？他是台湾人啊？哦，他假日本人。假日本人，听我说，这个团体对不对？这个团体成立于2010年，哦，于2016年订阅突破100万，2018年订阅突破500万，2019年一整年创下了。全世界最多人玩躲猫猫的世界金世纪录，同时就仅仅2019年点阅率突破19亿次，全球排名第10。到现在2022，他们的订阅数来到了771万。让我们欢迎日本的传奇团体鱼团 Fishers の奇跡サンド、運動さん，掌声鼓励。再替大家科普一下 Fishers 的小知识。被粉丝称为鱼团的六人男子团体，虽然是日本的 YouTube 创作者，但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超越了语言，得到了全球观众的喜爱。比如说模仿狗狗说话，比如说口含口琴胫骨被打，哇 Level 6 Fly Bang。说不定有一些观众已经有印象了，让我们期待日本来的两位嘉宾的表现。这是我三人回归的披风吗？每年都有一个人要穿。各位，他们是非常擅长运动跟活动身体的团体，所以可以期待他们今天的表现。同时呢，他们耳朵上有戴一个耳机，大家有看到吗？有一个很厉害的口译正在及时帮我们翻译，所以你们想跟他们说什么话，或是我们现在的流程，其实他都掌握得非常好。来，请说。哦，难得说一句日文就要剪掉，これはカット、完全にカットです。好，那我们就开始分队喽。
来，各位还记得规则哈？我会先抽出黑队的男生，抽完九位之后，另外一队自动形成，女生再上前来看抽是属于黑队白队一样，抽到一半之后，另外一队自动形成 ，OK 吧？没有作弊，这个是哪一队的？黑队。黑队哦，我也没有想到第一个就会抽到他，瞬间了。掌声欢迎谢坤达。没有，没有，老天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有这种巧合，不可能。再说一次，丢进去。掌声欢迎谢。好了啦，回去了。你刚刚不是宣誓过了吗？好了，坤达哥是黑队的第一弹。想加入黑队的人尖叫！等一下，太夸张，太过分了。黑龙就是白队了，黑龙请去白队。等一下，这个梗不要一直笑，我都觉得很危险，才在线上。来第二位喽。我心目中的前五了。健保。哇，今年是对手哎。我心目中的前五，我心目中永远的五冠王者 Fred。 你这样的话一定要黑队抽两个，然后白队再抽两个，这样才行。要不然这个霍雷剩下一队，一开始我还不想出来，还有几率越来越大，我几率越来越大，我不想出来抢。等一下，什么叫做机率？什么意思？等等，就是几率啊，我有可能会抽到黑队的几率啊，我一定要坚持。对，我们坚持这样子，我要坚持一下。我希望我保持运动精神，听从主审判决。你看，对，来队，我跟你讲，这个人，我对他的情感很特殊，但是他的运动能力呢是未知的。用一句俗谚形容这个人叫做“公卿辨世主”，欢迎熊大。黑队，第一次就会赢，怎么会这样？第一次参赛就黑队。全台湾最棒的冲浪手都在这边，我们了不起，等一下重录一个嘛，因为这个也是我心目中的前五，蔡宜宏。一个外国人，
我跟你讲，我真的不能不再站出来了，我实在不想再站出来了。我讲一句公道话，我现在看一下现场还没有入队的大家，我不觉得白队会输啊。等到钱钱都被黑队抽走，你们再难过也不迟了。哦，这一位我觉得他抽到黑队非常好，我心里面很开心，因为他是第一次参赛，有几个哥哥照顾他会比较有信心。最希望没小吴。哎，我真的没有任何 say 啊，作弊，我真的没有。你先等我公布这个，你再决定要不要重录，好不好？不要吧，不是吧？不要吧，不要吧，不重录。我心目中的前五，已经超过五个人了，而且他是我个人心目中的一个很特殊的 MVP， 乔瑟夫。最后一个西式了。我真的要讲一句话，你最后还剩一个名额嘛，就是我跟乖元两人抽一个。你们是四年都同队吗？不是，我们今年才第四年。你刚讲第四年要同队，前三年同队吗？你跟 Kid 前三年同队吗？不要提到我，不要提到我啊！你不是誓死永远跟凯哥一队？我没事，我没有，没有。好，公平抽，公平的抽，全部抽。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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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我抽两个，你选左右。一个是你吗？一个是你吗？不知道。一个是你吗？不知道。其实我左边比较厉害，左手。要不要换？不换。你确定不换哦？我不换啊。你真的不换吗？我不换，那就不能怪我喽。哎，那个等于是用台哥的手决定了黑白队的命运。没错，他把黑队的最后一位抽出来了。哎，超好！黑龙、尼克、Kate 怎么输嘛？还有黄轩呢，拜托！而且最重要的是台哥嘛，对不对？哎，你们听我讲话，台哥啊，来来，抽女生，我们先选一个有经验，然后比较不会紧张的，替大家带动一下气氛，好不好？董仔出来。等一下，会黄标，你在干嘛？你先说你现在稍微比较倾向哪一队？我跟你说，因为昨天我已经你站先站，你不要说是靠那边的。我跟你说，我昨天有私讯某位哥说我会对他不离不弃的。董仔直接排队。我们也会有希望说不要啊。对。好啦，我觉得总仔白队不错啦。我觉得，什么意思？因为你不离不弃啊。要换，要不要换？可以换吗？要换，要换。心脏跳好快哦。恭喜白队。恭喜。哇！你上当了！你是不离大哥。
现一下。没有，刚有点 delay。我跟你讲，刚刚已经是他们最嗨了。对。你不相信，我抽下一个你就知道。来，瓶子。瓶子，瓶子想要哪一队？看他穿全黑，对不对？看他穿全黑。我看你们每个人的表情，哇，都是在假笑，强颜欢笑。我想抽一个会鼓励士气的，好不好？好，来秋涵来。秋涵，你上次参加的时候是哪一队？是白队。输了吗？对。所以，我问一下你。加油！请抽。我想去哪一队？秋涵，你现在比较想去哪队？你现在想去哪队？真的都可以，跟随便回答的真好，来抽吧。我想去黑队。你背叛亲手老板，你长大了，台哥蹲在他那边说你想去黑队。好，抽吧。来吧，来黑队吧。哇，看了，哇，耶，好开心啊！黑队。有没有哪一个人想要先抽先解脱的？现在抽！哎呦，拜托，最第二强的效果担当要出来，来来抽来抽！我最心脏会跳很快，表面上一定是台哥，可是我内心真的很想要那一队。你去哪一队？我打哥打哥。跟打哥一队几次了？一次，然后就赢，那个赢的感觉太棒了，我是不要信！祝福你来，请抽。笑得出来吗？笑得出来。下一个我看。好笑。哎，你们别小看女生的强项，也是会左右胜负的。我就抽一个，我心目中有可能会左右胜负的。来，温妮来。好，温妮。温妮来我们节目有七年了，说说你想去哪一队？我一定会是要跟台哥一队。Nice。一定台哥一队。Nice。对。OK。我跟你讲，真的是心里想什么就会抽到什么。你刚刚说你真的想跟台哥一队吗？来，你看你抽到什么，公布。黑队。台哥是怎样疼你的 ？Kid 的哥是怎样爱你的？你自己讲。对不起。你又还没赢，你对不起什么东西？哎，来，这一次那个新朋友请举手，我们抽个新朋友吧。伊利，好，伊利来，加油！伊利拜拜啦！伊利，你有看过我们之前的运动会吗？那以一个观众角度，你现在比较想加入哪一队？就是有瓜吉跟台哥的那一队。对。那个，没有啦，你在说什么？你的运动能力是蛮强的，对不对？好说，厉害。应该怎么说？来，请坐。得分。瓜吉、台哥的那一对。哦。等一下，你刚不是说你一定要跟瓜吉还有台哥一对吗？我要跟他们一对。恭喜白队，欢呼一下，你们的什么态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是啊，
每个白队的进来了，都好像不是很开心。而且那边的人大家都有这种松了一口气，对啊，哎呦，好险哦，名额没有被占走。记者，你好，接下来抽一个比较少做表情跟肢体动作，可是心里其实蛮紧张的，来，学姐。学姐，我们只叫了你两小时，这个称号就跟了你一辈子。来，学姐，现在不要想加入我们。在抽签之前，我可以有个要求吗？不要。哈哈哈哈哈！要我一抽到白队也没差啦。好了，是可以的。有握手有差，对不对？有握有差，有握有差，有握有差。亮牌吧，白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先握手，因为达哥有一种念能力，他会选那种会赢的人。对对对，我去年就是跟达哥握手，然后就跟台哥同一段。好了，没有，抽一个，抽一个新朋友，新朋友，来，金一老，金一老来。刚好看过我们之前的运动会吗？有啊。你运动算擅长？还可以啦，还可以。那我就先问你想加入哪一队，因为你眼睛一直看同一个方向。啊？我就不说是哪一队了，来抽吧。我们直接对抗。白队，恭喜！四个，A 队嘞，四个，哎呦，五个，哎呦，机会一样，你俩想抽了是不是？想抽了吗？还可以，还可以，好，那还可以，还可以抽央先，好了，央来，我们抽央先，央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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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一边是台哥跟 Kid 的歌，一边是坤达哥跟温妮，怎么办？好难选，好难哦。那我就不问你了，你直接抽吧。好，坤达哥跟蔡哥，蔡哥，这张吗？蔡哥，蔡哥了，蔡哥吧。哎，很久没同队了，哎。不能中，哎，抽了就抽了，好不好？算你衰啊，抽了就抽了。不要，蔡哥，蔡哥，我公布了，该回答的。我来公布，我来公布。我没看到，我也没看到。难得一个人抽签，却两个人开心。黑队，我还开心到说不出。抽队长的感想是：哇，OK 了，接我 OK 了。我跟你讲，我这就是要说要抽一个出来提振一下士气，玛利亚出来。玛利亚，我们今天有大手腕的，来哦，你老公哦。玛利亚来了，喂，多谢你爱的。こっちに愛がありすぎて、お父さん、爸爸也有，然后日本朋友也有，然后屏东男朋友也有，可是。내가그림을싫어니무시로끌어니하이다하이도도마리아마리아와이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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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시오메이도바이도에台湾多么的国际化，国际团队。来，有外国血统的人，我看剩谁？阿伊娜，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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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黑队，快点，来金针菇，我记得金针菇的成绩也是很厉害的。金针菇，白衣服就好了，白衣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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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论什么队，韩国人都会成立。OK， 可是你一直看一下某一队来，请说。今天你自己凭良心扛上的，扛上的，凭良心讲啦。加附近的，안녕하세요，对，要不要换？啊！奇怪，黑队就一定会赢吗？真的一定啊！白队现在已经80了，剩下二十千可以来做主。哪里人王？真的哎！你是白队一次，黑队一次，两次都白队，两次都白队。对，所以今年会特别想要。我今年想加入强队。白队，白队很强啊！来说。你们猜拳，一个人出来抽。哎，剩下的五位有四个是白队，对，对啊，四个是白队。好了，不然就今天出来抽啦。哎，都抽到点不好意思了。哎，卢锦赢了，对不对？跟台跟握个手。哎，不要！他是对面啊。很懂。准备进行第一项竞技百米赛跑。大家把苦脸收起来了。日本人3人ですね。もう裏声から、順位なので、はい、
もうオリオンさん、あのアフリカから、はい、アフリカから、そうですね、日本人3人で、はい、名字がタイ、タイ友好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タイ、タイさん、タイ、タイ、日本人タイ、二タイ友好じゃないですか、二タイ友好、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前回は3回目負けました、そうですよね、そう、タイさんのいるチームは毎回負けるってジンクスがあるんです、ジンクスがね、いやでも今年こそ、もう今回まで。これまで、ね、今日勝てばいいんです。今回、はい、日本からの選手を応援して、ぜひ、あの、勝ちます。はい、一緒に勝ちましょう。何のために呼ばれたのって話。おすごい、さすが日本の方も応援してますんで。はい、しっかり勝ちます。日本も応援、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そうですね、一緒に頑張ろう。はい、ワン、ツー、スリー。頑張ろう、はい、ちょっとローです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はい、着替えてください。はい、着替えます。今天很累了，不应该试跑一次的，100公尺好远哦，非常后悔。内裤有点卡卡的，这个应该更困扰吧？大家都很轻松，我的右手边就牙疼。他们有跑过这么长的吗？長いすぎる。日本だと50m。不要跌倒就好了。来兄弟，干杯！干杯！那为什么你是红色的队长？只用我。很喜气啊，因为表演受伤，你知道吗？我就好像一个鞭炮，你率先炸掉了，你知道吗？鞭炮了吗？燃烧自己，炸掉别人喽！吉祥啊，你听起来吉祥了吗？妈，就出去，砰！哒哒哒哒哒，就 OK 了。太帅了，太帅了！噔噔噔噔噔，火星。今天这个分队，你信心怎么样？其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呢，再怎么样，我觉得是老天爷的安排。两位日本来的优秀的 YouTuber 加入这个阵营，想不到到我们这个阵营。玛利亚上又抽到，这没有办法，这命运的安排。另外乌拉圭的回来的金鱼脑 ，This is international team， you know。还有国际泰雅族的选手也跟你同队。国际泰雅族 ，That's right。Hey, man, 国际泰雅族，但是 Man， 你先不要过来，因为我想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okay. ，只有我支持你是不够的，我们最大的干爹说话在你身上。老学生基金喝老学生基金抗疲劳补充满满体力，身为运动员补充丰富的蛋白质跟氨基酸是非常重要的。老学生基金通过健身抗疲劳功能基金类商品中每毫升总支链氨基酸含量 number one， 荣获国家健康食品抗疲劳认证，有助于促进运动后疲劳消除，更好的人生，更好的老学生。老学生基金帮助你的肌力耐力，我喝一点啦、啊。你的技能，我赢了哈、啊。谢谢老学生啊，台哥百米 OK 了。我现在整个肌肌力爆发了我。谢谢台哥。哎，我每年这样搞，你都不找我个人代言，怎么意思了？你自己说了，你是想讲清楚。换装完成，我们即将展开这个百米赛跑。在百米开始前，我先问一个问题，海哥，请问你穿红色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用特别过来，真的，你在那边讲就可以了。为什么？你知道，我这是带给我们这个 team 穿。海哥怕跌倒流血。然后呢，我希望我能够像大龙炮一样，突然嘣一个，整个节目爆发嘛，你知道啦。所以看来今年你真的很想赢了哦，竟然抽到冲喜了。要冲洗了吗？通常我们都是说家里的那个，比如今天会场的长辈快过世的时候，都会冲一下洗。OK， 刚好你就是那个长辈，还有一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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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视网膜为我们解说百米赛跑的规则。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要来进行的比赛呢，叫做百米赛跑。我们知道每年的百米赛跑，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摔倒，对，那也是。最期待再创佳绩，更新纪录，不是跌倒。
好，那我们现在来为大家解说一下百米赛跑的规则。是的，两队各18人全员参赛，总共比5个回合。前面的4个回合，每队各派4位队员参战，最后一回合派出2位队员来参战。两队秒数相加之后呢，秒数比较低的那个队伍就获胜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请两队先来分配棒次。这边是，请问一下，黑队的队长是谁啊？谢坤达哥。白队的队长是谁？不可能！我还是希望台哥可以这样子领导我们。你们现在是不是想说输的会算谁的？对不对？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不会输了。等一下，要不要听一下我的建议？队长最重要的，对不对？不是那一种会担心自己受伤，而是非常想要带领队伍胜利的那个人。我推荐尼克。我不意，我不意。等我跟达哥同队，我再当队长，可以吗？不要了，完蛋了！尼克花了2个月的教练费，每天在做训练，每天训练，对吧？还拉伤，对吧？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好他。哎，可是有你这钉子，他就算今天跑了全世界最快9秒，他也没办法把他的20几秒的平均拉下来。你坐计程车好不好？等一下。我第一届，你想想看，4个小时；第二届进步到45分钟；第三届我去年45秒，45秒，今年我只要进25秒。好 ，OK。还是你要先想最后两个是谁？他们如果最后要，我就想要怎么样，不就是吗？尼克也会放后面，对，就这个家族的意思很明显，都排二，排一下就是二。吓他们，浩哥，我，来手，如果照飞人的题，那我去最后好了。对，我就是让他们放松心情，你也不弱，让他们松懈，他们一定期待说这4-4-4-4，所以你应该，那我就去。站好，对。大雄要扛哦，我扛了，我扛，他很扛，我扛。我跟你讲，假设我第二组，刚就要第一组，为什么？我在后面追他，他会跑得很快。好色啊！就这样，我怕你就这样子，他会跑很慢，这么慢，都追不到。对啊，所以他会跑很快啊，你会跑很慢，他跑很快。可以不要做吗？他现在改自己了，还是都这样？根本经过我们的同意，我只能做这种梗啊。这边等的是呢，把它剪掉。好了，这样洋洋会跑比较快。这样他会跑比较快，我牺牲我自己啊。对啊。但我们手棒来一个强棒，你要强自己，就是台哥跟瓜艺，有没有？哎。第一团，这第一团，你们觉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开红吧，开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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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要不要？那边两个女生快的，你跟你一起，一起就完了。老弱妇孺先用掉是吧？你们秒数出来了，我才知道要追多少。好，倒数3分钟可以吗？各位。好，好，第一棒，金鱼脑跟你们跑，金鱼脑跟你们跑，好好好。还有一个跑很快的，我来。芊芊，来，第一棒抢棒。可是问题是我们两个都在场上跑，输我们自己的队友两个女生，这样好看？好像不对，对，有道理，有道理。那就由日本的同胞跟台哥跑吧，一起吗？对，因为我听说他跑得蛮快的，这样的话你可以跟随他。我跟他跟不了，我觉得日本的朋友应该要摆在二。OK， 那前面还是两女的，到底谁是对的？没关系，那要不然 Kid 哥跟台哥跑 ，Kid 哥又压轴，要到第三。我跟玛利亚上，你跟玛利亚上，你要可是一定要有个男的，一定要比你快，就我们两个。没有，我怕如果不会，我跟他就好了，他已经比我快了。好。我跟你们讲，这样子可以，他们两个比赛这样可以会比较，对。好，那你们先第一棒，我们第一棒。
我觉得可以吧。我刚刚跟排队的芊芊聊天的时候，他刚刚想要我用麦克风跟镜头讲，他觉得分组黑箱作业，他觉得他输了。他说每年排队怎么都看起来是没有很厉害的感觉，不知道啦，还没有开始比嘛，对不对？不要那么开始就气馁，而且我们两个都穿的跟台哥一样红色，所以我们应该要。我是猜最快，但是懂你们自由。算了算了，就这样，我们待会来看看。我们这让呢是我带三个女生，你们只要跟着看到我，就 OK 了。不要远到我已经不见了，你们还在原地就不对了。对，我们小时候我们是撞球时代的。我跑很快哦，三秒到十二秒，好不好？对，所以我是 OK 的。你要不记住我们这样，对，就是你们就是看着我，看着我，就是追，就追我一个，你不要想赢，就想着追我，好不好？大家好不好？我已经提供我的想法了，没办法，他们没有采纳。本来说我跟央不要同组，结果后来菲又同组，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没办法了，这个是环境造成的，这样。跟央同组会跑比较快吗？复杂，复杂。因为你就说跑得一样可以聊天，跑得太快看不到人，很痛苦啊。运动会还是有它困难的地方。要有，我去上舞蹈课，就是一些韩式的部分。你刚刚出场有差哎，帅！刚刚出场有差，我进步，我有拉满。后面跳完然后24秒，24秒，还在结尾腰精的。我们真的完蛋了。我们今天跑完要结尾腰，尽全力。好，跑完之后。出发前有个 posing， OK OK， 开头妖精，好难哦。开头妖精，开头有人在妖精的吗？开头直接奔跑。就 OK 了，可以，翔哥，可以有过，我欣赏你的表现，可以，在我们的预测范围内，可以，可以，哎，玛利亚也不错，有进步，玛利亚有进步很多，真的，可以，有十四以内吗？有十四以内没有就很糗哎，你觉得有差吗？我觉得一开始会觉得哦好轻哦，可是到最后89、90还是，哪有差，好累。我真的觉得，如果穿钉鞋，然后还比上一次跑得慢，真的有个丢脸。結構ガチで夜市歩きすぎてふくらはぎパンパンって。昨日食べすぎた。食べすぎて。いっぱい食べました。めっちゃ食いましたね。本当ですか。美味しかったです。美味しかったです。最高のステーキ。今日も行きたいぐらいし。何が一番美味しかった？うずらのフライの串みたいな。これあれだ。ライスヌードル。フライドライスヌードルみたいなやつがあって、なんか麺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て、美味しかった。どうですか？怖いっすね。めちゃくちゃみんな立つ。みんな本当にすげえ早い。私はちなみに去年のビリです。ええー。でもビリじゃなかった。そう、私の今日の目標はビリじゃない。ビリじゃない。タイさんがビリだったんです。オッケー。素晴らしい。ノルマクリア。ノルマクリア。ノルマクリア。怎么那么会跑哎、欸？
很久没跑了啦。不是，你是一吧？你是这儿？哇，远一点啦！你跑很快。我真的还好，我真的还好。怎么办？没关系，遇到强的就会变强。我就跟着他屁股，黏着他不放。久しぶりだもんな。心配じゃねえぞ俺。いや日本いいよいいよ松本いいよ。松本。OK 的各位。跑完姚松山还要跑。跑不跑满？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就是会忍受这些，对不对？干巴的，干巴的，马亮上耶。八。哦八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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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没有受伤，新闻搜寻变成泱泱倒追蔡哥，对，尤其是其实也可以啊，也可以，蔡哥人也不差，你有问过人家吗？可以吗？可以吗？不是，我不太行，节目上当然不太行，但是心里。为什么要跑这一半？我来干嘛？台面上大家是好朋友，但在赛道上的时候，怎么回事？走。兵不厌诈之战争，你知道恨是最大的动力。大哥，干嘛呀？干嘛嘞？干嘛嘞？郝轩，你干嘛？你干嘛？你交流道，你交流道，没有，差一点，没事。你这样子还能跑、啊？你这样没事，我这么你刚刚还一个这样子哎、欸。但我刚刚我先说，我刚刚左边有个影子太快了。哪个是快？哪个真的很快？没有掉力量，没有掉力量。辛苦你了。辛苦了。跟着我就对了，跟着你就对了，你看太猛了，可以啊。现在的重点是要破自己的记录。对，我们是跟自己比，没错，太厉害。走，休息，不要晒太阳。我们来看黑龙案吧。因为你是刻意闪开嘛，你今天就把你一个跟黑龙夹击你啊，没有了，所以挑一个软的那边弄啊。我就是那闪电，就是怎么样？我不习惯，我前面有人，怎么样？我想来，不会下手。怎么会过你？我就是跑不赢黑人，怎么样？怎么过你？哎，好厉害！我刚看到真的一阵风哦，我操！あどれます。よかった。なんと三番目。はい。どうぞ。はい。好出乎意料，日本人跑很快，玛利亚让我们觉得日本人都比较慢一点。他们是日本人认真来，对啊 ，Monkey 的。对。这次就是一直要靠策略赢下去，没错。刚刚 Kid 特地过去说：“尼克，哎，尼克，还是要跑快一点啊。”还是要继续跑哦！
大哥在干嘛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不跟我们正面对决。对了啦，哎呀，完蛋了。太厉害，大家可以了，大家加油，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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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好快，好快吗？好厉害，超意外，有吗？真的，你比我想象中快，这个位置是 OK 哦 ，OK 吗 ？OK 啊，我们这组真的很棒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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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排队好不好？哎，大家看热闹，一二三，排队。两队表现的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很感动。那我们不会在现在公布四百队或黑队，但是我可以公布每队的男生第一名、女生第一名，让你们知道，好不好？黑队第一名，我没有看错的话，12秒14。哦，谁？谢坤达。黑队的女生第一名是，我看一下，品质温妮跟伊娜都很接近，品质是14秒89，女生第一。白队的男生第一名是，我看一下，12秒09。紧追在后的是白队的第二名尼克，12秒47。我去你，13秒，进步了，进步了。男生第三名是来自日本的原镜西列萨，13秒81。13秒81，13秒还继续，13秒。再讲一个白队女生啊，15秒98，很惊人。白队女生吗？陈姐超，惊人，惊人。好了好了，我跟你讲，现在是要准备第二项。攀岩，准备攀岩 ，check it out， 来，大家。各位，各位，我是木雕运动会私下特派员木雕，我们就在带你们执行运动员他们私下最真实的一面。刚才第一轮你跑完了百米，哇塞，伯恩超快，我们先去看伯恩在干嘛，观察一下心得。哇，伯恩在做吧，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OK， 我现在没有任何角度呢，任何机会可以插入他们的对话。那我们访问失败，访问失败。OK， 下班。休息。今年准备打破去年自己记录了吗？我去年好像12:46吧，差我一点。我是运动员，运动会特派员。你好。OK， 那想问轩哥，运动界神文珍。哇，完全 get 不到轩哥点呢，完蛋了。那你有信心吗？就是你能突破，现在能跑第一名，你有没有信心突破去年的成绩就好？啊，有信心，确实有信心突破去年的，因为我自己练习都比去年的成绩好，去年13秒，我看先动13秒01，对不对？对对，我相当期待 Nick 今年运动会精彩表现，突破自己。OK， 继续访问，问爆。感觉怎么样？很喘呢。我感觉一点喘的感觉都没有啊。都没有吗？今天这场比赛为我而生啊！我要出发前，我跟第七跑道说，是，然后就看第一名是谁了。十万吗？第一跑道杨。对啊，杨。OK。我原本腰有点痛，是。然后刚刚经过物理治疗师那种初期的治疗，那种妙手。对。然后贴个绷带之类的。对。然后感觉好多了。哎呦，要是腰的状况是100%状况，应该还可以减少1到2秒。那我们大丸先休息一下。好，先休息一下。OK， 大丸。Yeah。OK。女生呢？女生你要找谁？很累，忙碌一下。先那边，这边是我们大师姐。はじめまして。私はチュンチュンです。チュンチュンです。私は17歳です。哎呀，你下一次讲日文，他不知道怎么回。这个 English 大师 teacher Japanese OK です。那个女人 OK 嘛？不叫，涛哥今年在黑队嘛？今年又在黑队吗？我已经连3年黑队，我家里有3件黑色的。你该不会你在台湾？跟大哥不叫不叫大哥一对。怎么了？叫你。那个啥，哎，你被船换了，我等会，紧急状况，好像比去年慢一点。你叫编号180度，我在草皮这边。恭喜台哥你完赛啦！不止完赛，听说我还是破了我个人的记录。没错，来，请喝一口 ，Drink Amazing 海盐水一瓶到底，超好给你。海盐海洋碱性离子水，纯净熟水更健康。每一滴取自天然海水蒸发冷能，口感清爽甘甜，分子小，好吸收，快速补充人体流失水分。现在喝海盐海洋碱性离子水，抽超跑，单瓶够就抽，相够则奖几率更高。更多活动内容放置于资讯栏。恭喜台哥，恭喜台哥！完赛最重要，而且白队的成绩非常的好，今年我看是有机会。好，看。海演他们原本大会就说我不用哦，但是你有想要吗？我是觉得为了那个教练的安全，先不要。OK， 我自己对自己是置身事外啦，但是我觉得我要对教练负责，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家庭要养。哎，你如果下来是教练上去，对对对啊，在那个剧场放沙袋，我们啪，一边下一边上去，真的真的很大，对，真的是。我们这一队应该是会让蛇丸跟这个台哥休息。我说你会不会爬？可我说真的，去年我没爬到，去年我反而有请教练上课，但我今年完全没有训练，所以我们爬就是。再问我一次，来，你再问我一次。好，你有爬过这个吗？有。要比的话，对。哇！失败了。随便是吧？很快也可以哇！妈，很快，三个石头也可以，很快。你要给你石头，我想看的，想看。有的。第二届的攀岩，规则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有请我魔。好，我现在看到第二项的攀岩比赛呢，今年这个攀岩台的石头比去年可以说是。少了一点点。对，疑似。有选手好像说比昨天练习的时候还少了。哦，比昨天练习还要少，但是呢，这才可以突破自我。那我们接下来讲解一下攀岩的比赛规则。是的，攀岩的话呢，是两队各派16人，也就是会有2个名额可以不用参加。那在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攀岩到最后呢，要两手摸在最高的那个石头，3秒才算是完成攀岩抵达终点。是的，那待会在分配棒次的时候呢，男生是要分配在奇数的棒次，女
生是偶数的棒次，如果你在途中掉落或者是弃权的话呢，就形同丧失资格，但是你的时间就会用你们那一队的最后一名的时间来当做成绩，最后全体的时间加总，时间短的那队就获胜了。然后同时我追加一个规则是，上去的选手猜拳赢的人可以选要爬蓝色或红色，好不好？根据专业教练是说两边难度是一样，但是我相信你们心里面有想法，那你们就猜拳决定。那没问题的话，我们就请队长开始分棒次。我们有两个名额不爬，一个是蛇丸，蛇丸嘛，对，体重限制。对，那现在还有一个名额，他要是什么限制才有？受伤限制就我了吧？哎，吓我一跳！哎，我吓到了，我也吓到了。马六成，你可以不爬，但是我可以爬。去年不错啊，去年没有，你昨天不是爬成功了？那你昨天不是有爬了吗？玛利亚桑，你不爬，你昨天就白练了。对，你完全不对。我奶奶说你不爬了。好了，自己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的站出来猜拳呐、啊。哦，对对对对，自己猜拳呐、啊。哎、欸，你也有。学姐，学姐，我默默的举手、欸。哎，学姐刚刚都没发出声音。学姐，学姐，当时都不。您的不爬，我们两个赢，我们两个不爬。不是的，还有一个的，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剪刀石头布。你那个，你收起那个爽脸，你收起那个爽脸。你好难过，对不对？伤心怎么会是笑的吗？怎么这样子？要爬啦！对。这么精神领袖哎、欸，如果身为一个领袖，是不是应该要直接告诉说，我把这个名额交出来？好了好了，你们俩再讲。好好好。剪刀石头布，赢的不拿。妈呀，不好意思哦。哇，好了，就这样了。好，昨天变太快了哦，你变太快了哦。跟三有来练习。女生都傻，可以，都可以，我觉得可以。你搞不好女生跑上来，就你们两个。好，麻烦大家掉下来。没事，你可以的。因为我昨天没有来，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哪一边比较好滑，或是那个蓝色的它的那个握的点比较滑一点，比较滑。晚的地方都要注意，晚的地方都滑，对，晚的地方不好上，不好就手啊。男生是不能抓白色，对，不能抓白色。但是我刚刚有听说好像可以踩，这样。本来呢是男生不能抓白色，但我想说这个规则废除啊，大家比较放心。可是感觉黑队想耍帅的人比较多，所以如果你们想装逼的话，男生就不要抓了。我们并没有想要帅不帅，我们是想赢。可以可以，抓一下吧，好牌。各位男生。我可以当第一棒，宝哥第一棒，加油，加油！对，这个就是都要有成绩，好，对，都要有成绩，好，比较有信心，好，来哦，黑队，黑队，黑队，加油，加油，加油，一啦！打气一下，打气一下。一起，一二三，排队哦，来，好，大家哦，一二三，排队。你们加油，我们这边也会加油的。我们是对面的星巴克喝咖啡可以吗？对，星巴克可以。我们是爱情的攀比。OK， 蓝色的，肩膀肩膀，蓝色很不熟，完蛋，没关系，肩膀先稳再输出哦。哎呀，小娇娇，小凤姐，快点加油！加油啊，小蟑螂！还在那边的官员，回到了官员，成功，成功。
啊，欢迎。来，女子第一组，请猜拳。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预备。太壮哎！太强了，太强，太强，太强！你说你是不是有在绕？还有力气啊！小小小小，不用原本应该是全部爬墙上去，一颗都不抓。对对对！别打！哎，问你 ，OK 的 ，OK 的。今年就是求稳。确实，确实，对。哎。学长前辈有没有指导你指点一下？这次其实看起来少，但是每一个抓的那个点都超级超级好抓的哦，所以你只要抓稳，基本上没问题了。就下去沾粉就对了。对，那沾粉会超级指滑。好，沾粉看看。哎，沾有差哦，有差哦，有差。一边脚上去，一边脚上去。预备。中间放弃耶，结果成功，真成功，太感动了，频道靠他了。今天发生一个感人的事情，因为那个日本来的西里普闪呢，他们正在进行一个誓约，一年不能剪刀石头布，但没有想到。曹政府非常大方的说，直接让给他选，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这就是待客之道，加油！曹政府加油！干巴爹！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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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脚一脚来，来左脚，好，来右脚，哎呀，来稳，来稳，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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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左脚上去，左脚的方法上去，左脚的方法，可以，可以，可以，对呀，对呀，来，加油！呜呜呜呜！加油！做人当做台志源，爬山像是长臂猿。剪刀石头布，杨龙布。余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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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好多都找不到那个点，因为他们是全红色。对对，你们找一个试试看。如果猜拳，猜拳猜赢的话，实际上红色。你看，他们其实在红色，如果会爬的人都爬超快，是因为代表说他好。对对，所以会爬的人真的要选红色，多了白色。对。石头布，石头布，石头布。我们猜拳都赢呢，不是我们在选色哎，又不敢运动会有增加猜拳这个项目，我们屌打对面，你知道？猜一整天，我们开场到现在猜拳没输过哎，而且他也是拳。你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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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哦，可以哦，大头对，大脚，干嘛的？来左脚顶上头，左脚。再顶，再顶，再来，抬头，对啦，对，来，左脚，对，好，可以，可以，左脚，慢慢来，右脚抬上去，右脚，对，好，没错，没错，可以了，不要急，不要急，再走，再走，再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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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看他用什么来对。手脚太长，他一个跨步啊，大概就三分之一，还有一点白色，还有点脏，哇，偷吃没发现？听到。我们之前会输，就是为了今年，没错，为了今年要赢，看看刚刚猜拳的样子。今天我今年就让你获胜，获胜，我让你尝试到胜利的滋味。没错，他今天很优品。真的哈，你现在秒数，好啦，没有那个压力要扛住。你刚游泳，我差点尿喷出来，你知道吗？对，因为我刚才在看红色，你在模拟红色。对，我刚才在模拟红色，而且刚刚那个地方可以做慢动作，是不是要掉下来了？那进广告，结果你就掉下去了。好，很漂亮，很漂亮，赞。红色，每个都稳，都会在，那要摘赢了，对，要摘赢，要摘赢了，加油，要追了，要追了，还有五棒 ，OK 了。请问你要什么颜色？他要蓝色。第一位，红色。加油！
Fred， 你没有爬 Fred， 你没爬 Fred， 你没走 Fred， 他们好手好脚，好手好脚。你说句话 ，Fred。哎，五十七岁，你说七岁，你说句话 ，Fred。等一下，你们叫我说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句话。中间，而且立场都是这样子。你说句话就让一直举行，一直举行，只有执行。好，那你讲，给你讲，讲。你讲啊，我给你时间讲。我怕高。我就怕高。有这么巨高，超巨高！你以前怎么不要？不敢下风车，英国都下了，只能这样下。真的假的？真的。英国研究。男人帅 ，man 帅的，英国帅。真的，你真的是差那个一秒，一到两秒，会跟超紧，真的，小壁虎，那小壁虎，谢谢，对，让他搞，让他搞。最强，再讲一次，最赞，最可爱，还有没有？最活泼，活泼，最善良，善良，最热心助人，热心助人。小时候都拿优，的一个女孩子，谁？即将上去爬了，谁？芊芊，不是，杨洋了，杨洋，太哑了啦，杨洋加油，杨加油，你好太哑了，你还好吗？还好，还好。加油，加油，加油！因为你是我们女生基本上最快的啦。可是我觉得有点慢哎。不会不会，你超快，没有快，没有，你稳的，你是稳的，真的，你很棒，很棒，真的很棒，我们加油加油，很棒的，很棒，很棒。对你们太失望了，对你们太失望了。怎么了？都没有好呀，都没有啊，这个。好，我们一起加油加油加油，来开队，来一二三，来一起，来一二三，来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赢了！如果你真的在上面的话，就左脚蹬上去，踏到右脚的时候，如果右脚上去，右脚蹬上去。好，有把握你就快，没把握就一步一步来。好，加油加油，你也可以的。预备，加油！快点！
左边那个，左脚抬起来，没事，左脚抬起来。右脚再上去，你右脚要先登上去。左的脚。没有什么事情会难倒你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有什么事会难倒你 ，OK， 可以可以可以，越正，太强了太强了，太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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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现在要他们爬快一点，都不是为了比赛的顺利。我们是希望可以赶快吃中餐，可以迟到。追追追，还是我们先出发？没有，达哥应该很快，超快了。王牌对决喽！王牌对决啊！
什么台哥运动完之后正在休息的时候想看点丹麦的影片，丹麦的片子对不对？想看丹麦的片子 ，Surfshark VPN 来了，可以帮助你避免受到价格歧视。有许多网站会使用你的位置跟 cookies 来制定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有了 VPN 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差别取价的行销行为，在线上购物或者买机票，节省一大笔费用。而且呢，无线设备数量同时连线，并使用全家里的所有设备，可一次性同时保护所有设备，数量不受限制。再次强调，数量不受限制。现在就订购，输入优惠码木曜四 M U Y A O 或木曜 four 获得1.7折的优惠，订购两年方案。再加送免费3个月。最主要的是这样，因为我想试看一下丹麦，就是说，不是，怎么样从丹麦那边去格陵兰？我想去格陵兰看一下那个。格陵兰是一句脏话吗？没有。格陵兰木。不是，是那是格里勒夫。格里勒夫。格里勒夫是问你说你吃的好不好的意思。格里勒夫。那我想去格陵兰看一下，因为格陵兰是全世界最大的岛。就是北极啊，我想去看极光，然后我想去体验一下这样子，所以我想用。啊，输入木曜四折扣码1.7折，还送你3个月，根本就是免费。很屌。对，谢谢两个，拜拜。ちょっと待って。ボサボサ頭にチャラい表情、ギリギリ細身な体型。細身じゃない。あ、連れに角の生えたブス。お姉様がモスカだ。もしかしてあなたってジェイソン？这位小姐姐，你猜的没有错，我就是你心里面想的那一位。谁呀、啊，阿布？你在说谁啊？知らないの？最近話題になってる突然姿を現して人を助ける高校生ヒーローだよ。毎回登場するたびに。看起来不像啊。本当だって。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听说传说中的那位胸口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在看到那个记号以前，我是不会相信的。え、何様のつもりよ。そんなの見せてもらうわけにいかないよ。そこまで言うなら見せてあげよ。じゃじゃん。マジだ。哦，竟然被你们发现，那我就不再隐瞒了。没有错，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人没有错，我就是宜得利木工之人。宜得利 N Collection 系列采用天然榉木实木，以天然的木纹作为主体，色调温馨，线条利落大方，触感顺滑，带有亲肤特性。除了百搭木质调风格深受喜爱外，贴心设计更是热销关键。餐椅采用榉木工法制成，靠背与扶手一体成型，符合人体工学，完整支撑全身力量。椅垫也因应各种机能研发出不同材质，久坐也不会感到不适。餐桌椅更是高达13种款式可以组合，消费者可随心所欲搭配出理想的用餐环境。感谢宜得利提供如此优秀、温暖、品质兼具的家具，同时还让木曜多活这么多天，真的是太温暖了。春节满额点数加倍赠，一点折抵1元，加码再抽空气清净除湿机。マジですげえ。すごいなこれ。すごい。すごい。我跟你们讲哦，这个就是数字，你们应该知道吧？子琪，你知道？知ってます。哦，もちろん。我教你一下一些中文。你好，こんにちは。你好。台语你知道吗？台语。台语。台语。瓜小，瓜少，瓜小，瓜瓜三小，瓜三小，用语变，瓜三小，瓜三小，哇，こんにちは，啊，絶対違うなこれ，絶対違うな。还有那个公三小，公三。
司，一元汤包馆，几位老师特别来做卤肉饭给我们吃。对，牛肉面不是其他人，是阿叔姐的牛肉面。然后，哎，大家不要忘记，不要漏掉，正后方有现摇的蒸奶，3.5磅。来，各位选手，我们开动。哎，所以今年没有红白，对不对？不多说了，不多说了，随便吃，随便吃，牛肉都可以吃，随便吃，随便吃。椒，哇，超香的！哎、欸，它有炒过，对不对？它带一点点花椒的中药香气在里面，你知道吗？你这麻辣的还是辣的，谁受得了啊？嗯，美味！哇，这个没超级过嘞，没超没超级。啊，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嗯，食べやすい。なんかすごい優しい味だね。なんか愛を感じる。你想肉燥饭就要现场吃，肉燥饭是外带啊。美味程度会降80%，因为它闷着，它闷着那个饭就会湿掉，湿掉整个吃起来就不舒服。啊，这饭没有给规格啊。我非常喜欢吃红山。没了没没。台哥，你要你知道这什么时候才可以播吗？我们有对对服。哎，怎么可以这样？哎，不可以这样的，你这样不是造分队了。知道，我跟大家知道。这怎么样？非诚勿扰。
你都别害怕了、喔。别害怕，天要下雨，娘要嫁，你吃嘛。哇塞，又这样讲，没问题。我就乖乖听话。哎，就的。黑龙江很坏坏的事。红灯笼，这个你要选，你要，就是你要进来人家的文化里面，你一定要选这个。你也不是有学到吗？我那啥。我给他们那个瓜小，瓜小，哎，那个瓜虾小，瓜小，瓜虾小啊，你们在那口袋里，那你真的，好可爱的，对，就这样，看，瓜虾小，瓜虾小，那你明天，那你明天，快，快哟，我爱你。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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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丢东西咧！今年的趣味竞赛要搞这么大吗？蔡哥，趣味竞赛通常不是都是轻松有趣吗？说的也有是吧？啊，气球啊！啊，这好恐怖哦！好害怕耶！这爆掉很恐怖哎！哇，爆炸耶！真的？我靠！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是很小颗的，也是嘛。说不定是最后一届，你再也弄不到场地了嘛，对不对？虽然从早上分队开始，你就酝酿了那种很强烈的胜负欲望，但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提倡大家一起运动，全民运动，享受运动的快乐以及队伍的团结。所以这一场游戏，对不对？比较像是圆游会的感觉，趣味的，讲求乐趣，也分胜负，但讲求乐趣。你们现在看到这个会场夸不夸张？知道要玩什么了吧？等一下要比谁拍婚纱战术最多，好像玩很大的单元。来，请某某讲一下规则。好，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赛事呢，是第一次加入我们 Yachting 全明星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叫做射气球。那这个比赛呢，是两队都要全员参与。是的，两队队长猜拳决定先后攻，自行安排每轮的参赛人选，男女轮流。那男生跟女生呢各有一次投掷与射箭的机会，男生的球一排总共有八颗气球，那女生一排总共有12颗的气球。两队全员射完射后最多颗气球的队伍获胜。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开始分配顺序。我们这边要有一个谁当第一棒，然后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其他人。因为女生射箭好的话，你是有一次机会可以直接12颗。我记得之前就是圈圈射箭的时候分数很高。没有，昨天还蛮稳。如果就三个，昨天玛雅，那玛雅上第一棒，然后你射完之后你的感想，告诉给大家说你什么，然后大家可以照着。
大家快速的，加油加油！女生射箭都有射过，昨天谁射比较射过觉得不错的？我觉得有自信的自己先挑出来，比较把握。但我想玩。好，可以可以可以，总裁可以先让玩。看你的手也蛮有力的。可以可以，怎么看？哦，用肩用肩。我爱的杨洋好像是射箭，对，可是那个准度跟这个应该。不太一样，就是你只要把那个拉直之后拉满都放掉，那如果可以有力的话，就是一直穿过去。可以啊，压力一定可以。因为我觉得你们射完之后可以比较稳定。你刚刚充满感觉，有亮亮在手上。昨天有看他练习，射在那个方格旁边而已。有看吗？昨天没练习，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你们练习吗？有，你手看起来就很有力。唯一可以贡献队的排队的时候，所以我会加油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的信心很高，所以我会加油。加油！好紧张啊！玛利亚桑，你有自信可以几颗？有可以带，好喜欢。有位我也蛮喜欢。这是哪里？对啊，你可以要高了。那个小哥，我七颗啊，七颗啊，你要轻一点，七颗，七颗啊，七颗啊，爆掉他，爆掉他，爆，爆，射他，射他，对，对，射他，射他，好，好喜欢哦。来，那个两队的队长先出列，我们猜拳决定一下先攻后攻。剪刀石头布。他们先。哦，后宫。后宫，后宫，后宫，后宫好。刚问那个邱汉说：“你刚刚是他赢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不。我说好。然后他自己还不知道。对。他只想说他猜拳输了。对。殊不知中间有这个小故事。玛利亚桑，这是玛利亚桑的时刻，你知道吗？玛利亚桑光是拉弓都是一个艺术，艺术爆棚，不会射，不会射的。这怎么会穿越？从地上再杀上去吧？是这样子吗？它会这样掉下来，它撑不到后面，它会掉，是高一点点就好了，因为你太高，你会吞出去了，就是一点点，就应该说往大门哦，瞄球，往我们的，
哦，是我们的。他们就这样啊，就这样，他们 每次都这样哎、欸，都这样，马来西亚耍这种小聪明，我们就是猜拳输了，但也没办法，嗯，那就这样，我们去闹一下了，去闹一下、啊，去闹一下。你们在线多久？我们俩说你们人都不见了，起冲突了，起冲突了。来，少爷。
也没关系，大丈夫です。あ、時間だ。会想要拼八颗的人，通常都会比较容易失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每个人一定要有成绩，问问题就好，至少三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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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谢，所以四颗要扣一颗，是三颗。没关系，还有三颗，三三。基本款哦。轮到我，后面会帮我。我也会涨，五十一颗好不好？我帮你涨，因为每个像十二颗，没有灵魂。对啊，好。再养一点，再养一点，仰角往上仰。Thank you.
打棒球。球真歪了啦！球真歪了。蔡哥刚刚就是你想要的效果，对，就是中庸，没有话题。对，我早知道我就投那样。没有话题。哎，后面人要帮我们弄准一点哦，因为他是我们有可能是会射十一颗的选手露西，台湾选手露西，我们等一下会看。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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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下班。他们刚刚说什么？要用？抛高，你要抛高。啊？不要抛高。要抛高，抛高，抛高。就是。抛高。手好痛。哎、欸，这个手会手是蛮酸的耶，因为他刚刚丢去的时候有点拉到筋，超烂，就完全没有暖身，然后就直接丢过去。OK， 特派员呢为你辞职好不好？黑队，我们菜跟豆腐。哦哦哦 ，OK， 危险，我们先撤。啊，他也在看这支弓箭，我愿称你为木曜女后裔。谢谢你。其实我是有那个，之前我是有上过两次。台哥，请点赞。我希望可以射三颗以上，我觉得成绩不错，就很稳了。哦，要看远哇！你设定成绩值，差不多60分就好的时候，嗯，就来那个球的偏移。你设定100分的时候，这个东西你有心理感觉。说的是呢，对，你上90分，9颗，我就把我打9颗，打隔壁去射8颗。好，想问嬷嬷，哎。看到现在啊，白队白队四人这样子，哎呦，看起来气势非常强，非常强，好像实际上没有拿到一些发挥出来。对，那如果说是你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如果要射的话，我不知道，高一点的，我觉得可能跟丢铅球有点像，就是要用身体的力，算了，对不对？嬷嬷你怎么看球？嬷嬷你怎么看球？台哥刚一个丢，我没有看错，挂蛋耶！嬷嬷你怎么？刚刚说开始了，我没有听到爆的声音，你知道吗？我想说 action 了吗？刚嬷嬷的脚本差点喷出去，你知道吗？哇，这个真的是本日最高潮哎！都没事就过来，还说什么你不要去反问我，现在不来就没机会了。对对，因为 OK 吗？我们刚才看到学姐你在最后，我们注意到你一个稍小小的羊角，真的吗？可我怎么不知道？我们观察很久了，真的这就是一条小羊角。对，但其实那个队友帮他看一下气球的偏移 ，OK？ 继攀岩之后，学姐再冲高，第一次都献给木曜。对，木曜，我们期待学姐接下来的表现，好不好？谢谢，谢谢学姐，谢谢。刚刚的比赛，我只能说是笑料百出啊！哇！刚刚芊芊还在路上跟我说，哇，这是我路过最好笑的一届。前面有好笑的一届吗？什么话？我刚刚看到你有投出复仇的一球，从零颗变一颗，已经是。因为一开始黑龙江一刮就八颗，还好游戏设计太简单。不说了。好啦，那个等一下就是我们。是3年前吧，举办过的跳远。那规则我请我跟大家复习一下。好，那接下来的第四项比赛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跳远。这个项目呢是全员都必须要参加的，每个人有2次试跳的机会。那在2次当中呢，比较长的那一次距离就会是你的成绩。那最后累积总距离比较长的那个队伍就是获胜的一方。好，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个状况要跟大家讨论一下。白队的精神领袖，白队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在看这一位选手。他从早上其实就有一点受伤，差不多该开始了。对，差不多该来这一套，是有点受伤。来介绍喽。撑完了3项之后呢，真的撑不住了，所以想要求换上体。这位，请上前。2天前工作完腰就闪到，原本想说昨天休息一天会好。结果今天早上起来，不对，那个腰相当硬，然后后来早上物理治疗师稍微推了。你连这么样子的身材都可以练到腰很硬，
腰很厉害，他僵硬了，他僵硬了，他不是肌肉一直僵硬，是僵硬。然后我从早上撑到现在，我以为我可以撑完这一整天，越撑越硬。对，可我刚刚发现我不行，不行，我觉得我不能再去拖累我们白队。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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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你看你刚刚射几颗球？4颗，4颗，没有，没有拖累，没有拖累。那言下之意是？那个蛇丸接受伤嘛，换成胡椒蛋为准。没有，没有问题。请问，请问，为什么拔河你会回来吗？啊，漂亮！真会是一个精明的人、啊。漂亮，小心说，要换。再来一下，如果犯伤病以后，真的就是不能回来。对，但是如果说像这个和尚是一样，怎么样？他自己想想，他又可以，他就又回来。哎，哇，好像。所以，凯哥讲的那个情况，我们请那个方式来为我们说明一下，小师傅在哪里？师傅，你当时是怎么样的判断，会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回到场上？你那种说，就算你手剁掉，然后怎样？我还是抱着你做我们快。我们那边血在喷的时候，还好。我就算是把手整只砍掉，可能跑的还是比送的快一点。也没办法反驳他，他讲的是对的，蛮好笑。来，我整理一下，所以我们把蛇丸的伤病换成胡椒，然后换去之后就不能换回来了。这样的条件，黑队觉得 OK 吗？会不会人家输了之后上诉说，哎，你们会连攻击队伍不接我？有可能，不可能，没会来这套。该喷的还是要喷吗？这套我还没学会。哎，是我，那套是我，我最常熬大家。那最好。好了，那我们就把蛇丸换成胡椒继续比赛。
成功了。没事，成绩一米七七。怎么？你告诉我一点，往后一点，要不要再往后一点点？再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啊！我看来那些。成绩四米八九。哎，各位观众，那个男人来了。怎样可以跳成五米四一啦？61公分，你说跳就跳啊！
来，那个公司把我达哥的公仔先全部销毁，那个四米八已经不能卖了。好，现在是五米四一，各位。白队第二次跳。
排队啊你。接下来第五项比赛就是大家一样非常熟悉的大队接力，那这项比赛呢也是全部的队员都要下去参赛。那每队在排棒次的时候要注意第五棒之后才可以开始抢跑道。那每个人负责的距离呢是100公尺，那优先接力到终点的队伍就是获胜的一方。中间因为你第五棒之后我们在前面，我们可以帮你多跑一点，而且 你第五棒之后你可以抢跑道，所以你可以跑里面比较短，你可能第六对之类的，对啊，那这个歌就去上街了，来跟我接你一次，因为他们绝对就是黑龙跟绿的，两个一组，还有第三秒，日本人好快吗？日本人有一很快，最差一点而已，因为他说第五棒才可以抢跑道，会跑的就跑，对，会跑的。可以跑第五棒，就假说我们是外圈了。可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有连续两棒都是女生在跑，因为我们男生为什么要交叉？我们男生要帮女生去接，所以多跑啊。所以我才说我们要出去没事，就挂掉就算。第二个金鱼岛就不怪了，应该之类的。这金鱼岛的速度几乎跟男生是一样的、啊。对啊，所以他就不用我了、啊。这就不能抢跑道、哦。不抢，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要跑这么多。可以，好。因为我抢也没用，我抢不赢。好，可以啊，可以啊。那女生刚跑比较快，我记得是英姿，英姿最快。还有谁？还有谁？英娜也很快。对。你刚刚跑几秒？小空还是小空？16。你也16。我也16多。接几分钟差不多。让温英姿跑第一棒。好，第一棒，宝哥，我可以在第一棒，我 OK。那还是第四给发两闪，他不用抢跑道，他拼掉，对，我们就弱的全部都前面拼掉，第五棒就是给我，
从你开始就正常。你的歌第五啊，第五啊，对对对，好不好？好的好的，那就慢点，好吗？慢点，慢点。两倍的血，你们要换血吗？那说一下，我一定会换血啊。不是，我说你们要专门血。哇，这样换血也太硬了。对啊。上次跟 T 的歌就这样。对啊。头尾途中换血。头尾可以换。对，头尾换血，头尾来得及换。来得及，而且还蛮多时间换。那我觉得不用换了，基本上觉得，赢烂，赢烂，赢烂。来各位，Woo!
强，大家都很棒，超强，哎，棒子举起来了，哇，好惊险，黑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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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队，黑队，黑队！加加加！你好！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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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OK 啊，第一棒 OK。我本来以为你会更棒的，没想到你真的还是有兵力。突然快了，你有兵力，真正的勇者。我们这样剩差两秒就赢。真的，差两秒。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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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来，一二三。奖金是五万，对不对？谁可以告诉我对吗？本来是五万奖，限六万。老板说他本来想出600万，但考虑到公司未来，五万加满一万变六万，掌声鼓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那这样的话，依照惯例，我记得两个就会选出一位指挥的，因为指挥对马老师很重要的。然后负责指挥的那个人来前面领取大声功，可以可以，哎，怎么是两个人？好久没看到，是你哦，我们指挥一下，他怕，他怕我。凯哥真的很会指挥，凯哥很会指挥。好，那在你们思考一下，当谁指挥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先请我们帮我复习一下规则。凯哥。拔河三战两胜制，至于获胜方式就不多做解释了。没错，红色缎带碰到哪一方的那一方就是获胜。那如果最后双方僵持不下，限时一分钟，倒数60秒结束之后，红色缎带偏向哪一方，那一方就是获胜的一方。来，请再开讨论前后的这个排列。好，没有一排，对，稍微。杨受伤了。我有点受伤，对啊，嗯，杨紫薇吗？那可以是谁紫薇？哪梁紫薇呢？那我也希望是男生。哦，那我觉得我指挥好了，因为其实我伤的蛮重。好，小吴啊，好的，那大家听我的。那有什么？小吴有什么要那个？有什么小色夫？因为我们去年我不知道那样的做法是不是对的。没有，你力道分三段。前面是实力，中间是控嘛，因为中间女生太多了，后面是平衡，所以熊大抓后面，你收绳要快，你要让绳子保持在紧绷的紧绷的状态。我们全力两战，全力两战，我们把最后的能量在最后两战用完。对，所以只要一开始的时候，他这样逼变一鸣枪以后，我就会想杀杀杀杀杀杀杀。就大家听我讲，杀杀杀，一直往杀就退，杀就杀，就往退退。如果这个时候他们力气很大，僵持不下，我就会讲停，所有人向后仰。这个时候大家调整呼吸，都不要动，但是一定要抓住。他如果说那时候已经在动的时候，还会再 hold 住哦。如果他已经开始又在决战杀杀杀，那我就要跟他拼了，就会用杀杀杀了。如果 hold 不住的时候，就是决胜。
就这样。我可以说我们上一次的战略吗？因为我上次是另外一队的，然后就是我们手在旁边，因为女生就是我们蛮多，然后用全身的重量一起往后，只要超过前二十秒，大家就他们就会没力气了。进攻的煞是一二，然后蹲一下往后踢，那个煞是蹲起来，是等于是往后踩一样。所以男生都一定要记得哦，煞是助力哦，煞煞一二蹬，是一二蹬，所以他只要喊到煞，就是一定要出门。然后女生要想，就是你们要处理，一定要用脚。对对对对，你是用脚在处理，在处理，不要只顾着手，因为女生腿其实蛮有力的，用腿出力。最后两站，来吧，最后打进一个，白队胜利，一二三，白队胜利，好不好？一二三，白队胜利。他们已经一比零了嘛，我们把全部放前面，没错，给他，没错 ，That's good man, that's good man, nice nice, I love you man, 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不错，所以刚刚吃的完全正确 ，very good, 完全正确，第一下，我喊，杀，全力杀，然后一二三 ，kill them。Okay, 要听，要听，我们要一起，那个力量才会集中。好，有刚刚一起，有刚刚一起 ，We are one, yeah, we are one.好痛！好痛！为什么那么大力啊？都被拉走了。他们把所有男生都往前了吗？没有，他们有改队过吗？我有在想办法换前面。对，一定还够吗？可以，我可以。他把所有男生，还是我们都男生在前面？我觉得后面我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意义。拉不到。对，好，那拉到前面。我直接去前面。前面好，好。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很棒。来来来来，大家很棒，大家很棒。来来来 ，OK。来，很棒，很棒，这个。啊！阿东，阿东很想哭了。明明不要出去的爱吧。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说。对，你们说，加油加油加油！最后说真的赢了。好。哎对，真的加油，真的赢了。就是美丽而已啊，势均力敌了。可以了，可以了。太感动，来最后打气一下，大喊一下吧。好。一二三，排队，棒棒。好。我一讲一二三排队 ，OK， 一二三排队，排队，辛苦大家了。我觉得看他们这样子开心，我觉得很爽。赢了，我的压力可以放下，因为这中间过程其实也没有像一开始想的这么顺利，就是我们一定会赢。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努力到后来。真的获得胜利，也是尽全力了。没错，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可敬的对手，虽然我们还是赢。Cheers。各位辛苦了。啊，厉害！感觉今年比往年都更加激烈。然后放松全体力，总而言之呢，拼尽全力，我觉得两队都做到了，非常感动，谢谢两队。虽然我们一项运动需要有人来投入一下成绩，好，百米的累积时间是303.67秒，好，然而 A 队是284.63，恭喜你们 ，Yes。第二项攀岩，黑队的总时数是592.72秒，白队是624.47秒，恭喜黑队！跳远，黑队的总距离是5548公分，跳这么远，白队是5560公分，恭喜白队！两队都用到了满人数18人，白队是67颗，黑队是70颗，恭喜你们！我们两个另类，少两个，我们是16个人而已。恭喜黑队获胜！台上的 MVP 呢，有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可以称得上是全面碾压。恭喜谢坤达！但是有一个人的成绩一直咬着他，然后有一项是赢过他的。所以我们刚刚经过大会很痛苦的审议，我决定让这个人并列 MVP。尼克。睡了四年了。
差一点，差一点。女生的 MVP 是初登场的金鱼岛。恭喜两位并列 MVP， 奖金10000元以及10000元奖金的首轮金额是购物车。感谢远道从日本而来的两位嘉宾，请两位嘉宾到中间来。南哥跟大宝，南哥大宝，南哥大宝，我是干什么？坐下。请台哥问一下他们参加这一整天运动大会的心情。今日の感じはどうですか？今日の感じ、2回目でこんな大きいイベントに来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台湾2回目なんですけど、うん、2回目でこんな大きいイベントに来れると思ってなくて、あとあのこっちのクリエイターさんはすごく動け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だしね、結果に関係なくやっぱ楽しくみんなで運動してたのがすごい嬉しくて、台湾がもっと好きになりました。We'll be right back.
大会成功。这个运动会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各位观众看得满不满意。今年呢办到第四届，说实在话想都没想过，所以蛮感慨的。而且今年也是我们世界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届，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分号。接下来思考还要不要办运动会跟要怎么办运动会，我觉得这里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段落。说到这个可以顺利举办运动会呢，真的要特别感谢一位选手，就是今年在黑队的大雄，以及在白队的学姐，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个一日市长嘛，建立了一个缘分。他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他第一时间想到说，我们可以把新媒体上面的东西做成非常主流的一个结合，所以他介绍了我们北田这个场地，然后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用什么管道来申请。就这个简单的 idea 竟然持续了四届，那也刚好呢今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运动会的分号，同时也是局长人生的一个分号。那今天特别感谢他把这个缘分给我们，然后来跟他说一声谢谢。好，请进。不是，这打包是不是？不是，贵客大驾光临。局长，局长，局长，因为今年是第四届嘛，然后看到你在场上的奋斗，连续四届都在北田的闪光，是跟您说一声，真的是非常感谢。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希望能够略尽绵薄之力。有有有有有，我个人要抒发一个感想，可是我常在拍这些东西嘛，我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问过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跟以前的感觉比较像是朋友，不像是说因为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对我们彼此利用，我觉得不是，是刚好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一个人，然后他的工作跟政治有关，但是这个优先顺位是朋友在前面，他的职业在后面。嗯，对我来讲感觉是这样。我自己也觉得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也不一定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也会想一下，就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几个朋友，但是都是以朋友的方式在讲说我们能怎么样规划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其实讲真的，就是因为他是公权力的一个人嘛，只是我们一个是媒体，一个是政府，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能给人家说闲话。欸欸欸，当然，这个不要人口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对对对，讲的衣服好像什么，今天来讲，明天这个用，没有这件事情的，还是发文到台北市政府来进行一个申请的动作。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十二月的季节，开始有冷风吹过，办公室很凉了，很通风，为什么呢？来，你环顾一下办公室，怎么了？非常的干净，干干净净。你说这里是仓储公司，我都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对，当时真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多，是哦，现在已经开始要收拾了。Okay, 辛苦了，辛苦了。不不不不，以局长的身份跟他说一声谢谢，辛苦了，在岗位做这么大的付出。对，虽然不是一天到晚混在一起，但是一年见个几次，感情也是非常好。局长见一次，没有什么礼物，哎，给你一个纪念，再给你一件黑队制服。不是，等下是。可以换洗啊！这样有时候你在夜深人静一些便利商店流连的时候，可以穿上这个衣服。听懂。然后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想要那么显眼，一直强调自己是黑队的话，也可以假装是工作人员。这就不显眼吗？我想说字写在上面，大家也是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什么身份。了解，谢谢这份礼物，谢谢。让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管在哪里流连忘返，我都可以想起自己曾经参与过这美好的意义。说这很棒，希望这个未来还有很多机会可以继续合作。是，祝福局长一帆风顺，鹏程万里。谢谢，辛苦了，谢谢，辛苦了。破手机 DIY
心，四比三的画面配合四零 P 是最高清的回忆。Crack Light 的软体，冲换六边的叉 P， 自导自演自拍再烂也没关系，最重要能让你爆笑和惊喜。想要让你听见，让你看见，最真最好的自己，就想要让你听见，让你看见，属于我们的共鸣。你是我的青春，我也是你生活的投影。虽然没见过你，却走进我的生命。三色零一翻墙模仿拍 MV， 真空斗殴俩高上网老小弟，路人也能变明星。白哥说歪理，反正开干都没劲。有人生会秒赞，不爽就发力，不怕红标黄标，不怕来检举。想要让你听见，让你看见，最真最好的自己，只想要让你听见，让你看见，属于我们的共鸣。你是我的青春，我也是你生活的投影，虽然没见过你，却走进我的生命。没有妆发，没有华丽的场景，就要你听见看见有情。想要让你听见，让你看见，最真最好的自己，就想要让你听见，让你看见，属于我们的共鸣。你是我的青春，我也是你生活的投影，虽然没见过你，却走进我的生命。在开始说明射箭项目攻读生受伤事件之前，想跟各位表达我们的立场。运动会对木曜来说是非常期待的一项盛事，相信对我们的观众来说同样也是。这次发生这样的事情，除了无限的遗憾以外，还是无限的遗憾。我们真切的希望受伤的同学可以保持现在良好的恢复状况，迎向多彩多姿的未来。然而在看片的过程，不管是聊天室还是留言区，出现并不是正确的、被带风向的、好事的各种负面讯息，进而影响观影的情绪，让充满期待的观众以及愿意来木曜运动会奋力挥洒的36位创作者被泼上一桶桶的冰水，更加的令我们心痛以及懊悔。木曜选择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巨细靡遗的自清，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考量伤者的状态，对伤者造成意料之外的负担，同时对事件处理的态度，无论是承办方、主办方，都是相当积极应对。很明显的，只有积极应对，对现在的状况是不够的。一篇负面的新闻就可以严重的影响所有的努力以及大众的看法，真的真的深表遗憾。接下来的说明澄清的目的有以下两点：一，用肇事来形容该名射箭选手是不公平的；二，处理上一切积极，澄清与事实不符合的状况。然而要说明以上的两点，则必须完整的说明整个事件以及过程中应对的细节，才能让大家了解。所以一开始不愿意自清的立场，在现在也只能客观的将事实呈现。
关于射箭项目，攻读生受伤的事件，在12月31日已经有部分网络新闻有平衡报道，于1月6日于木曜的社群发表声明。鉴于还是很多观众与民众只有看到不好的新闻内容，特此详述我方视点与事情之经过。11月17日事件发生，始末如下。每回合射箭比赛的程序为 A. 补充气球， B. 确认气球状况， C. 确认安全范围内工作人员是否离场， D. 用麦克风以及哨音警示工作人员后宣布即将开始射击。一开始射击，其中受伤的同学，根据影片内容，同学前10个回合都有听从现场安全人员指示离开，而之后的回合开始，现场安全人员驱离以及哨音、麦克风广播结束之后都未离开现场。于该回合放箭的时候，依然站立在危险范围，造成这次的事件。同学的爸爸指出，根据同学的说法，他是正在工作来不及躲避，当根据拍摄的内容与规则，当下同学站立的那侧补充气球之工作早已完成，且透过麦克风以及哨音警示有两次，有足够的时间离开危险区域。活动公司询问并委托弓箭射击协会担任现场指导，取得十足的资讯，确保安全无虞之下，最后仍然发生这次遗憾。归纳原因有二：原因一，活动公司于射击前进行清场，由于现场充满了气球布置，无法看见在后方的同学；原因二，同学于并未完全依照现场安全人员之指示。接着是关于同学的爸爸指控11月17日受伤，却迟迟见不到该回合射箭的选手，过程中主办单位神隐隐蔽事实，隐蔽射伤同学的选手，这点主办方必须澄清。11月17日发生意外，隔天开始主办方代表就与同学爸爸接触，11月19至11月21日皆有关心同学状况，11月21日同学出院。于11月25日与11月26日连续两日透过活动公司询问爸爸何时方便探视，同学爸爸两日皆是不读不回，电话也不接。于11月29日终于联络上，表示最近在忙，没时间处理探视事宜，要约之后的时间。过程中同学爸爸不愿意透露同学恢复状况，活动承办公司主动与校方联系，透过老师得知同学已经恢复上课，并无使用轮椅与拐杖，这才第一次得知同学出院后的恢复情形。因此主办方有三项澄清：一、事件的发生非常遗憾，大家都很担心同学，但网红选手遵照安全指示进行比赛，听从主审的判断与指示，并无肇事意图与直接责任，比起进行道歉，感到遗憾与担心，并进行探视，应该才更符合情况。同时也没有拖延探视与神隐的意图。11月25日、26日联络爸爸，爸爸并无回应，11月29日才表示最近在忙，要约之后的时间，才导致双方时间没有对上。12月8日爸爸强烈提出要求道歉时，活动公司再次联络主办方，主办方正于国外拍摄，至12月10日回国，于12月10日进行联系网红的负责公司，但碰巧网红所属公司同时也出国拍摄，归国后将紧速安排探视，不求同学爸爸体谅，但求理解，这跟恶意隐蔽、神隐完全不同。二、射箭的网红本人当下并不知情自己误伤同学，是因为气球布置刚好挡住同学，于射箭位置是无法看到同学所在位置的，因此主办方判断于当下并无法立刻确认并厘清事实细节，应该以送医为第一要务，等待厘清原因后再行通知网红所属公司。与爸爸联系的过程中，爸爸数次表示自己认识有利人士，并随时会召开记者会、提告等等，让主办方直到最后都不敢轻易地交出网红与所属公司的联系方式。然而网红为公众人物，联络方式甚至所在地都是公开的资讯，担心会造成其他危险情况，主办方才判断让网红与同学爸爸第一次接触必须再有第三方的情形下未加。其实我们都有做清场的这个宣打，都有跟所有工作人员说，哎，所有工作人员要退开，不要在气球这一侧，这是我们有讲，而且是每一个环节每一次要射箭的时候都有讲。好，那第二个，当时为什么会在那边，其实我们不知道，所谓不知道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没有排任何的工作在那一档位里面，但他为什么在那边，其实我们有点不太清楚。对，但这件事情都发生了，我们也不会说
都是 X 责任还是怎样，我们没有这样从头到尾都没有这样讲、哦、我们也说 OK 我们主办单位这边、哦、会来负这个责任，然后也会来关心 X 这边的伤势、哦、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诚意啊。当下呢，其实社道其实跟我旁边这个他根本就不知道社道，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状况，因为他是比较后段。我也直说，就是有得罪的地方，你再跟我说。我也直说啊，同事跟我讲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宝宝有跟我们讲说，认识很多人啊，没错，对，认识很多议员啊、律师啊等等的啊。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心里就会想说，我要保护一下议员，因为事情还在厘清的阶段。这是我们这边的立场，就是宝宝你这边的立场都很清楚，但我们这边的立场是这样子。因为你跟我说你认识很多议员，要开记者会要干嘛的，那你讲到这个我没有然后、哦、我宝宝你这样讲，其实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全部的工作人员都睡不着。所以我有跟你讲，对，那你也跟我解释嘛，我说原来不是这样，我如果要这样，我跟你讲，你早就这样子了。这通电话我不用接啊，我知道、啊，我干嘛跟你讲一个小时的电话？这个我明白啊。今天反正都开刀都开了，现在我只希望说，肇事的人你能够当面跟小孩子道个歉，这样就算了。发生就发生，大家运气不好，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弄到那么大，因为现在是小事，对。现在是小事，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当小孩子面跟他挥挥这个案例就算了。我如果有讲到说你们必须要提前来见，做什么东西我拍谁，这是我的错。今天要把一个人捅得很快，要把一个人摔死一片就好了。我会跟你举一个例，你应该有听到吗？我说怎么发生的？一个酒驾的事件，现在还有看到在电视媒体上吗？少了吧。我说不需要这样，我说大家都很辛苦。我从头到尾我就说，我都觉得大家很辛苦。我没有要求你要来做什么东西，我只是说你当小孩子，让我身为父亲的一个基本的尊严、我还给小孩子一个尊严，我跟他承诺的我做到就好了。我没有很大的奢求，我没有说你们要提前提多少钱来见拍谁或给他们。我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你只要当面跟小孩子讲好，我就没事了啦。希望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也要可以，就是你赶快把这件事情把释怀而已，让他释怀啊，让他继续他快乐的大学生活，然后就是单纯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并没有说要什么东西。我知道了，这个我都明白，我也都跟同事这样讲。与主办方、承办方、网红与同学爸爸方进行探视之时，同学爸爸表示，除了依然会对活动公司提告，维护自己权益之外，其他部分希望就此落幕，但依然在隔天接到记者电话，并于当日看到内容不平衡与许多错误之报道，致电询问爸爸不是昨天才说好希望事情平稳的解决，不想伤害任何人，体谅涉见的网红，那么为何会有报道？爸爸表示，虽然已经约定好等与网红见面后再来决定如何处理，但等不及见面，其实见面前两天就已经接受记者的访问，此刻的心情只希望记者不要报道，但记者如果执意要报道，他也没有办法阻止。会后，同学爸爸询问活动公司保险理赔事项，爸爸表示应该要有医疗保险以及单据以外的精神赔偿，想要看看活动公司的诚意在哪边。活动公司询问同学爸爸想要多少金额，同学爸爸表示自己不会提出具体金额，承办活动公司自己讨论怎样的数字是合理的自己来说。活动公司回复，需要回到公司内部讨论以及几天的时间，下周给同学爸爸一个答复。还是说你们直接跟我讲，你们觉得如果像这样来讲，我们花那么多时间，你觉得你们希望赔给我们多少？我说除了那个、哦、除了那个保险以外，不是保险以外，我说医疗，那个医疗单据以外，这一部分你觉得有多少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置这样子？